尊敬的客货车驾驶人亲属，多年来，您的亲人以依法交通、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，与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共同营造了安全畅通、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。平安出行是您最衷心的希望，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您的一声叮咛，依据嘱托，一次劝阻将对他们安全行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要经常督促自己的亲人主动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安全驾驶，文明行车。要经常提醒自己的亲人小心谨慎驾驶车辆，经常浏览交警部门新媒体宣传提示内容，提高安全驾驶能力，吸取事故教训。要经常关心自己的亲人，体谅亲人的工作，多沟通，帮助亲人保持健康乐观心态，不带病上岗，不带情绪上岗。要经常关心提醒自己的亲人科学安排行车时间，注意劳逸结合，避免驾车时间过长，杜绝疲劳驾驶。要关心亲人驾车行程，在安全的时间地点联系，避免在亲人驾车时通电话、聊微信甚至吵架。